救救大家的未来。因为人类大量砍树导致树木开始减少。如果过度砍伐可能会造成水土破坏、气候变迁、物种多样性减少和生活品质的下降。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以下方法来保护树木，也可以不浪费纸。想象，我们希望可以把资料做成 QR code 刻在身上，这样既不浪费纸张，还可以学习。实践，我们把学习资料收集起来之后精简化。资料精简化，滴水浇筑。购买 FSC 产品，使用环保袋、环保汤匙、环保筷，使用电子发票，减少用纸，多使用环保材质纸张。影印使用双面印刷的模式，双面印刷可以不浪费纸哦。不乱砍伐树木，多种树，多宣传护木知识，不乱丢东西，注意森林的防火，减少不必要的用纸，树木才不会消失的那么快。所以大家不但要好好珍惜现在可以用到的资源，也不要浪费。分享，我们把护木的档案做成海报，分享到社群网站上面，让大家知道。我们把海报分享到 IG 还有脸书，这样可以让大家知道怎么护木，也可以一起做这些事情。大家要记得好好保护树木哦。粉丝，一开始非常的麻烦，也很难完全看不懂要做什么，但是做到最后很有成就感。